哦，我的雨鞋。啊！这里面咋进的水啊？养狗考试题。你喜欢狗狗吗？哎呦喂！哇，你要新主人，他需要什么技能？还在下雨，怎么遛你啊？这雨那么大。我去喂鸭。哎，那我也喂鸡去吧。下着雨在外面溜达啥呢？哎呀，我的鸭也在这儿，为啥？都在这儿呢，躲雨呢吧。这些鸡现在已经不愿意住鸡舍了，都爱去羊舍是吧？对。这真挺好，而且很大。嗯。走吧，回不回？走吧。突然感觉少了好多事啊！不用喂羊，我太爽了。主要这鸡它也没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就你给它喂了，喂了水就行，它自己会找吃的，这鸡。今天玫瑰花最后一次浇水了。这是不是可以剪得狠一些？可以剪得狠一些，它完了还能再长。这其实就只是它稍微有点缺水，过了花期了。明天再浇就太湿了，运送的时候。今天浇让它再干两天。
剪刀有没有了？剪刀，家门口还有一个。弟弟有。嗯。真欠揍，打他！这边要不摆一摆还是怎么地？我能干点啥？有个活儿，浇水，是吗？好嘞，行，孟哥，给我吧。啊！哎呦哎呦，来这个地儿真得穿钉鞋，我。咋了？跳华尔兹呢？有水吗？现在有。那浇水呗，对，给我洗个手呢，我搓下手，我搓下手，你是不是呀？谁踩着管呢？我踩，对不起，我踩的。哎，慢点慢点，一波。一波，后面全浇了吗？浇了，除了那个角，那个角我进不去。行，我去浇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好嘞，谢谢哥。那我回去了啊。你好意思就行。你对别人就，谢谢峰哥，回去吧，辛苦了。我一回你好意思就行。我双标啊。快快快，给他个特写！啊啊啊！哦哦哦哦啊！啊啊！讨厌下雨！啊啊啊！哈哈！送给你弟弟，希望你未来要走花路。回了，有事叫我。行，没了，小七。有事扣。啊？有事扣。啥？没事儿，我陪你，哥。行，这些都到时候都搬过去，搬过去边搬边捡。好，这边就到这截止了，纸没了，走吧。走。今天是个伟大日子，玫瑰花的最后一次浇水。今天晚上进笼子。走啊，走，走。抓鸡去喽！哎，于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现在，这边不是正在那个处理鸭鹅嘛？因为杭州是活禽不让交易嘛，但是我们现在证也马上就要下来了，所以想暂时养在于总您那，到时候我们再卖了，然后给于总您算，饲料钱啊或者人工费这样子。哎，对，这个没关系的。好，哎，没关系的。哎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对，这敢抓吗？开呗，来抓，来没问题啊，来。爷们儿要战斗。为什么是要关灯抓鸡？因为他晚上看不着。来，一 ，hold on。来，二。哎，飞了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不好抓，鸡不好抓。我把他杀了，啥事儿啊？叫的还怪难听的。别叫了！抓！再叫，叫！我这个病，欠不啷登的。你再叫，我杀了你！你闭嘴！这只鸡抓不抓？我记恨这只鸡很久了。我杀了你！就是在我篮球场拉屎那只鸡，是不是？就这只鸡在我场上拉了两泼屎。
哎，